小伙最近对摩托车简直有着谜一样的兴趣。喏，捆一圈网球在摩托车轮上，五颜六色的莫名还有些好看，一脚油门下去更是彻底放飞自我啊。又或是把摩托车后轮换成卡车轮胎，这么拉风的造型骑出门简直就是该上最靓的仔啊。而今天他又脑洞大开，把除臭剂灌进摩托车油箱会怎样呢？咔咔的就把整个车座掀了起来。我丢，这是个什么操作？先是拿出一瓶汽油对着油箱一顿喷射，按下发动机居然也能呼呼的震动。哎呦，这可让小哥有点兴奋啊，笑得像个傻憨憨一样，立马又在油管上连接了一根橡皮管，拿出一罐黑瓶喷雾对着里面就是一顿狂挤。咦，这个就很不给力啊，怎么转都是只想不发动。于是小哥又拿来一瓶柴油。哎呦我去，估计这小摩托也无奈了，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，一点不给柴油面子，怎么都没反应。不尽兴的小哥便拿出了最后的除臭剂。天了噜，这简直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去好吗？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除臭剂一喷进去，小摩托居然轰轰轰的发动了。兴奋的他们直接骑了出去，这姿势也是搞笑又神奇啊。见多识广的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感谢的观看，比心。